好，咁今集咧都系围绕住咧想整一啲嘅村庄嘅装饰啦。咁身上依家咧我有一条绳喺手嘅，有条绳喺手，就想出去咧搵一只牛出嚟，啊搵只牛翻嚟，系搵只牛翻嚟。点解咧？因为咧我哋需要一啲皮革啦，做一啲皮革咧去做一啲嘅资源啦，好似系画啊，或者系好似地图使唔使咧？我都忘记咗，不过唔紧要啊。迟早咧，啲动物咧都系需要用到嘅，所以咧我就揾咗呢两条绳翻嚟啦。呢两条绳咧就系喺地下咧有史莱姆生成嘅，系啦，我嗰个掘矿嗰洞穴咧有史莱姆生成嘅，所以咧就打咗一只史莱姆定唔知两只史莱姆啦，跟住就整到出嚟啦。揾翻上次牛嗰个位先啊，见到猪啦，猪喺度，但系牛在边度咧？牛喺边度咧？揾先。牛应该都喺呢度附近，有羊啊，羊嘅话迟啲我哋都会整个羊，哎有啦有牛啊，有牛第一只，咁呢度第一只啦，下面有几只，所以我哋选择喺下面啊。羊嘅话咧，其实迟啲咧都会整一个羊嘅农场啊，羊嘅农场，我想整一个叫做自动割毛嘅一个机器啊，自动割毛嘅机器啊，即系只羊就会放喺嗰个切割机前面，放喺切割机前面。然後咧就可以定時定候咧就幫佢切毛，系啦，好拖住只牛，到你，好搞掂兩條，好啦，咁啊成功拖兩隻牛啊，準備翻去啦。其實啊 ，Minecraft 呢個拖牛咧都幾黐線，即係可以係咁拖住佢行啊，係啦，完全唔使話，即係如果你有養狗嘅話咧，就知道咧其實咧。如果你带住条绳跟住拖住只狗咧，其实唔系咁轻松嘅，因为咧有时咧只狗咧就会出尽力拉，唔肯喐啦，你拉佢唔喐嘅。但系呢个 Minecraft 咧就可以随便便咧就可以拉喐佢哋，啊都几犀利啊呢个功能。OK， 差唔多翻到去屋企村庄范围啦，同埋村庄外边嘅部分咧都要整一整咧个地下，因为就唔系话十分美观。好，入嚟啦，牛仔。入嚟啦，牛仔！哇，扯佢入嚟。好，两只牛咧就已经到咗呢一个嘅村庄啦。但系起喺边度咧？个农场暂时仍然未知道啊。啊，我谂到啦，可以细细地起住先嘅。嗯，起喺呢度先啦，不如就好起喺呢度。好似真系好细啊，不过唔紧要。迟啲有机会再拆啦呢度，哇唔够喎，唔够围栏啊，不成问题啊。好咁样 ，OK， 跟住拆咗两条绳，之后出翻去，好成功啊！成功打咗两只牛咧，去到呢一个嘅村庄度啊。咁剩低落嚟咧，就系慢慢去到养大佢啦，慢慢养到越嚟越多，之后攞佢嘅皮嚟用嘅。好小麦啦，小麦俾佢哋，好搞掂。咁啊，细牛仔咪出世啦，恭喜你！恭喜你咧，在呢喺呢个村庄度出世啊，牛仔啊，简直系呢一个嘅福分啊，能够喺呢一个村庄度。话时话，其实呢个村庄系咪需要命名咧？大家认为？诶，佢攞住朵花喎，系乖喎呢一个铁巨人，好。俾你开门内，点解你哋喺晒我间屋度嘅？我真系唔系好明白。我间屋唔系工作，我间屋唔系嗰啲咩，嗰啲就职所啊，大佬。我呢间屋系住的。好啦，翻到嚟啦，依家就系夜晚啦，咁就系、是、经常有一个村民咧就已经瞓咗霸占咗张床啦。不过咧，附近有怪物都瞓唔到觉啊！我哋就出去睇下边一度有虫俾我哋瞓啦，同埋咧跟进下依家呢个村庄嘅状况，同埋我依家做紧嘅嘢嘅，就你啦决定。先同大家咧跟进翻咧呢一个村庄嘅小变动先啦，系啦。首先咧呢一度咧种咗啲竹蔗啦，呢个位种咗啲竹蔗啦。之后咧呢一度嗰个村民咧个农夫咧改咗嘅，系啦。依家咧系种呢个农场改咗做种薯仔嘅，啊种薯仔嘅。咁点解会种薯仔呢？明明种呢个小麦好地地，个原因就系因为咧个农夫咧佢可以换薯仔嘅，啊佢系可以换薯仔咧，咁即系表示咧我又可以咧透过佢收获嘅薯仔咧，然之后再俾翻卖翻俾佢，系啊，咁样咧我就可以赚咗呢个六宝石啦，哇，八个猪头啊，好。
不过咧就啱啱大概可能做咗两三次修成咁啦，两三次修成大约一 set 左右啦，其实都算少嘅，都算少嘅。OK， 不过唔紧要，我哋慢慢嚟啊。呢边就冇咩特别改啦，依然系小麦嘅农地啦，小麦嘅农地。好，之后咧呢一度就系等待进行呢个修理啦，等待进行呢个装修啊。呢边我点解有啲铁匠入咗去嘅？佢会打我噶？你唔会打我嗬？点解啲铁匠人走入去噶？我明明谂净系谂住困住啲牛嘅啫，佢点样跳入去噶？究竟我明明佢咁样跳入去啊？定佢闩入去咧？我都唔知喎。唉，不过唔紧要啦。我哋唯有帮我哋扩大少少啦。既然系咁，咁啦，好嘛？好。呢一度咧就种咗啲牛喺度啦，种咗啲牛咧就谂住咧，杀佢哋，然之后攞呢个皮革，皮革就做一啲书本啦，俾做一啲书本，然之后用嚟附魔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入面有两只铁巨人喺度啊，咁我迟啲就杀咗佢啦，个铁巨人。OK， 咁今集有啲咩做呢？啊，唔知点解有两个村民喺呢度啊，哇，仲咁啱望住我添。今集咧就想整个地图出嚟嘅，系啊，砌个地图喺嗰个村庄嘅正中心。好，睇下地图点样整先啊！太耐冇整啦，唔识整啦。先整指南针，之后再整系咪咁啊？跟住系咪攞纸包围佢？跟住咁样包围系啦，空白地图好。手上咧就有一张嘅空白地图啦，空白地图只要你右键佢嘅话咧。应该就会显示出嚟，依家呢一个村庄嘅地图附近嘅生态啦。系 ，OK， 咁大家就见到啦，呢度已经放咗喺度啦。据我所知，跟住点样可以放上呢个架度呢？好似系要用皮革嘅呢度系啦，用嗰个展示窗系嘛，定展示框？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 ，OK， 大家见到啦。就系咧，先将嗰个物品展示框咧放落去，之后再放地图，咁大家就会喺呢一个嘅呢一个栏嗰度咧见到嗰个样噶啦。OK， 咁呢一个就系第一个啦。哇，其实都非常之的色下，都几的色下，不过唔紧要啊。咁我想知点样可以接驳过去呢 o k 唔紧要，我哋即刻整多张试下先，整多一张地图同埋一张嘅物品指示框。好，准备好啦，咁就系一个嘅物品指示框同埋一个嘅通白地图啦。而家我嘅位置就会喺呢一度，睇下先啊。咁如果我想继续开地图嘅话咧，应该就要向到去呢个方向行，向呢个方向行。OK。不过我都唔系好熟呢一个空白地图点样运作呢，我都系第一次玩啫。喂 ，OK， 开咗幅地图啦。喂，咦，点解有个商人喺度嘅？卖咩啊？商人，红色染料啊，火药、甜菜种子呢个有用，我想要啊。甜菜种子整一粒嚟啊。好，荷叶就冇乜用啦，红沙都冇乜用啦，冇啦冇啦。好贵啊！啲嘢买得，不过其实，喺有呢一个自动呢个绿宝石生产机嘅情况下咧，啊，冇咩，基本上啲绿宝石都唔会话点样缺嘅。OK， 我哋攞翻个地图翻嚟啦。咁但系个地图系指去边度咧？我会重新砌嘅话，呢度应该系咁样放啦。然之后咧，呢幅系放喺呢度，呢幅应该放喺呢度。哎，啊，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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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大家见到咧，呢一个地图咧已经出咗嚟啦。咁我嘅任务咧就系想咧砌一个都相当大嘅地图出嚟咧，一个板块出嚟咧，啊，睇落咧就好有一个满足感喺度啊。OK。咁大致上今集嘅时间就玩住咁多先啦，系啦，下集睇下仲有啲咩做啦。大家不妨可以想下咧，究竟呢个村庄需唔需要改名呢？吓，呢个村庄究竟需唔需要改名？难民营定咩 ？OK， 咁大家有兴趣嘅话，或者想改下呢个名嘅话，都不妨留个言啦。啊，我哋下集再见，各位，拜拜。